我们现在已经在医院里了，他已经昏迷了。医院那边，什么情况？看体征，死亡时间不短了，加上这几年下雨，头部外伤比较严重。 小敏，温子峰，刑警队的，刚从北京回来，这个案子由我来负责，还希望美女法医日后多多关照。美不美与工作无关，解剖的时候闲杂人等不能在场，你忘了吗？ 昨日，我市五峰山黄氏崖下发现一具无名女尸，身上和四周都没有找到任何证件，无法确认尸源。经过初步勘查，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具体死因还是请美女法医说一下吧。死者为25岁左右女性，身体由于撞击形成大量淤青，死者后脑枕骨部有处伤口。 高度怀疑钝器所伤，分析为非金属圆柱形棍棒顶端形成。左大腿内侧见一三乘三厘米，类方形表皮缺损，很可能是人为致死。同志们，这个案子给社会带来了相当恶劣的舆论，市局领导非常重视，决定成立案件专案组，由我牵头，任处长。重案一队温子峰队长。 任副处长负责具体工作，法医米小米、文婷以及相关的各部门要密切合作，先确定尸源。是，今天会就到这儿，散会。哎，小米，来来来来，支队长。嗯，小米，小文呐。哎，都认识了吧？啊，美女法医如雷贯耳。没见过，不认识。哦，啊，也对。 小恩，刚从公安部调回来，不过，以后你们就是一个专案组的，希望在工作上能够好好配合。肖明同志，你看咱们接下来……文队，今天已经很晚了，明天还有事儿呢。如果你们有什么特殊事情的话，我要回去休息了。先回去休息，明天给我出趟现场。现场，我这手上。 凶器。你觉得哪个凶手会把凶器留在现场？那我找一找符合死者头部外伤的东西，不行吗？如果死者从上面摔下来，头部一定与某种东西产生了撞击，最后才形成的伤口。嗯，不排除这种可能吧。上去看看吧。 下面就是发现死者的地方，看着挺吓人，实际上一点也不高啊。如果死者从咱们这摔下去，肯定是粉身碎骨。可是那儿致死几率也不大呀。不是还有死者头部凹陷型的骨折外伤吗？哎，注意力集中。
现场怎么能分神呢？ 文婷，那个温子峰以前是不是也在我们法医中心干过？你不知道他吗？他以前可是咱这风云人物，资深帅哥呢。哼，他跟你一样，年纪轻轻就做了主检，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离开了，去做了刑警。你女儿是意外死亡。 对，哎，进。毒化检验未检验出常见毒物，只是尸体面部损坏严重，有些数据还需要时间。刘信，哎，文哥，你这儿怎么样了？确认过了吗？嗯，八九不离十。 小米，你那儿呢？按部就班呗。尸体的指甲和头发上的残留物都提取检测了没有？检测需要时间。你画的人像对比失踪人口，一个都对不上吗？温顿，这面部还原哪能这么相似啊？现在上面催得紧。 咱们连尸源都确认不了，再等等吧。家属报失踪有时没那么快，这尸体至今为止，也就不到10天吧。我突然想到一些事情：死者会不会整过容？如果死者整容仅限于面部、臀部和抽脂的话。 那么，在第一次解剖当中是很难被发现的。尸检一般不查臀部，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有针对性的再检查一次。小米，你看这儿。 果然有削骨的痕迹。我们确定了骨骼的整容部位，按照可行性角度进行测算，并且利用3维 CT 的方式重建了颅骨的3D 模型，拟出了3个最为接近的3维颅骨面，以此恢复了死者的面部轮廓。来排查失踪人口，是我们侦破案件的主要手段。找到了，你看是不是他？ 赵红，女，26岁，华阳县北口镇人，大学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跟父母在县城做了1年小买卖，3年后离家开始闯荡，跟父母只是电话联系，近半月跟家里失去联系。通过咱们网安和公安局的工作，现在可以确认，赵红整容后改名叫曹月，有自己的网店，网名叫 S 小魔仙，主要经营内衣荷包。不过让她近几年在网络上小有名气。 却是因为网络直播，女主播有发现，尸体阴道内提取物经确认为男性精液，她死前不久有过性行为。曹月这孩子不经常出门，
这次他走了，就再也没回来过。这对老夫妇五天前给他们的女儿报了失踪，她的情况跟尸体高度相似。你去拿 DNA 结果。好。哎，请坐。女儿是谁呀？不像咱们家红红啊。是啊，警察同志，你看这眼睛、鼻子、嘴巴一点也不像啊。红红，是红红。老人家，你们有没有女儿近期的照片？我们已经三年没见到她了。只是每周通过电话，最近半个多月连电话也不通了，所以我们在。您跟我们发现的无名女尸的 DNA 相似度99.99%，就是可以认定，这就是你们的女儿。我的儿子。这儿应该就是曹月的直播间了，搜仔细点，别落了东西。你好，怎么了？都是假的，有那么吸引人？那电影电视剧里头也是假的，你们女同志不也哭得声泪俱下？别找理由了，承认自己道貌岸然，有那么困难吗？进来，请进。马上来啊！你们二位是？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我姓温。哦。温警官，您好，您好。这位是米警官。米警官，你好。你好。我们来呢，是有些事情想咨询一下王博士。愿意帮忙啊。嗯。你看看，这个人，你认识吗？哦，请坐，请坐。这不是曹月吗？你认识他？过去的样子你都认得出来？认得，他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客户。那他是怎么到这儿来做的整容呢？那是三年前了。这个世界，男的看钱，女的看脸。那些长得漂亮的女人，就是名号，哪个不是锦衣玉食？其实呢，你也没有必要把这个世界的看得那么的极端啊。但是你这个急于整形的心理我理解，但我再问你一遍，你想好了没有？我有大学文凭，做事还那么勤奋，可他们宁愿找那些漂亮的高中生都不睁眼看我。我没什么要考虑的。后来我听说呀，他开了个网店当主播，就没什么联系了。你一共给他做过几次整容手术？三次吧，都涉及到哪些部位呢？那可就多了，不过主要就是面部、臀部还有抽脂。哦，我听说他好像后来交了个什么富二代，然后那个富二代啊，对他那个颜值要求挺高的，好像俩人关系不太好。
都一个多月没见了，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啊？那你最后一次见他什么时候？是我生日那次吧，在酒吧，那次我们分的手。谁提出来的？当然是我呀。干杯！干杯！你们俩，你竟敢勾引他！你这个狐狸精！你骂谁呢？你骂谁呢？你这狐狸精！狐狸精！你谁呀？竟敢勾引他！你！可是他不同意，还总纠缠我。怎么纠缠你的？不是打电话，就是发微信，说些有的没的。我们能看一看吗？我都删了。你竟敢勾引他！你骂谁呢？你骂谁呢？让我去接你。停！往后倒一点。这个和曹月打架的女娃是谁呀？我跟李阳，我们俩才是真心相爱的。那你们之后还发生过什么？没有。好好想想。之后我没见过他。那你知道他死了吗？知道，李阳告诉我的。你们什么意思啊？你们现在是在怀疑我啊？你们怀疑我杀了曹月？我没有杀他，你们有病吧？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我没有杀他，我都不认识他，我杀他干嘛呀？你们让我回去。好了，小谢，先这样吧。根据这些整形单据和在整容医院了解的情况，大体可以知道，曹月做过一次削骨，两次隆颧骨，电臀，抽脂，中间还塌了一回。哎，这可得多遭罪啊！还不都是因为你们男人看见美女走不动道儿。爱美之心，人之常情吧。而且咱也不能因为人家整形就戴有色眼镜。照我看，人家整形让自己变得更美，这没什么错。但是我觉得吧，小谢，放，这是13号当日五峰山的道路截图录像。曹月13号开车上山，但却没有回程记录。那意思就是说，车还在山上。这是这一片的卫星地图，根据曹月的上山路线，能到达的应该是一片别墅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现在这辆车就应该停在别墅区里的某个地方。那我们挨个地方去搜。这个别墅区里住的都是一些非富即贵，我们没有搜查证，很难进行大面积的搜查。所以，有的放矢，你先查查李阳的房产。你胆子这么小，法医干不了，刑警也干不了了吧？这是我5年前办的一起案子，死者也是一具无名女尸。准确的说，那几乎是一副白骨。埋在地下，少说半年了。我们恢复了他的相貌轮廓，但和这次一样，完全找不到符合的失踪信息。最后，我们历经千辛万苦，通过 DNA 比对，最终找到了他的家属。他叫苏曼，是一名职业模特。可奇怪的是，死者家属提供的照片和我们还原出来的图像完全是南辕北辙。他也接受过整容，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所以那天相貌还原和失踪人口对比不上，你才怀疑死者整容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回来我马上要求负责此案的原因。那死者当年的死因是什么？无从查证了。可是尸体是人为掩埋的，这就是疑点。说吧。
找我什么事儿？死者阴道分泌物的 DNA 检测结果出来了。嗯，是李阳的。温子，小敏，你也在这儿？李阳的别墅信息查到了。说，这李阳还真是个富二代，有栋别墅还就登记在他的名义下。老实交代，最后一次见曹月到底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交代？咱俩分手了好吗？我凭什么接你电话？洋洋，看在我为你受了这么多苦的份上，你别这么对我好吗？谁让你受苦了？你自找的吧？你看看我的脸，难道不是你想要的样子吗？还有我的身材，你如果觉得哪儿不满意，我可以再去做。这是你认识我之前的样子吧？这照片你从哪儿拿来的？你居然敢骗我！你以前就长这个样子。这个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现在都不敢看你，恶心。你不能这么对我！为了你，我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做了五次手术，你不能就这样离开。把这个喝了，我就跟你好。嗯。这就是6月13号，我和曹月最后一次见面。你给曹月喝的什么东西？朋友给的催情剂。那你手上现在还有吗？没有了，都让曹月喝了，他肯定是喝嗨了，车没开就不见了。那车还在你那儿？车停我家里了。温顿，嗯，那他怎么处理啊？他也就是交代了，用了些春药，也没什么别的证据，只能先放了。不过我觉得这个人有事儿。那我们继续调查他。对。谢谢温顿请客。哎，串儿。嗯，谢谢老板。这有什么好谢的呀？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好嘞，吃好喝好，什么都别想。小谢啊，嗯，再喝点。反正下班了，喝点就喝点。哎，老板，拿啤酒。好嘞。小米，你怎么不吃呢？我不饿。那今天啊，你就别碰酒了。等这吃完了，你开我车送我。嗯，对了，今天曹爷他爸托人送了一包衣服过来，说让咱们给他穿上。说是怕孩子赤身裸体躺在冰柜里冷。唉，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唉，要开慢点儿。我都快被你晃吐了，我不恶心，不能喝还那么能咋呼？怕恶心？怕恶心你做什么法医啊？你说你娇滴滴一个小姑娘，干什么不好干这个？我有一个比我大10岁的姐姐，是个外科医生，他非常优秀，业务也是一流的，长得也比我漂亮多了。他从小就是我的偶像。
也是我的人生目标。十年前，他在一场意外当中死了。我到现在都不能接受那是一场意外，可是法医的鉴定结果上写的就是意外。后来在别人那里得知，他死之前被一个男人抛弃了，而那个男人米啊，你工作那么忙，以后就别老来看我了。今天是审讯日，我没事儿。我知道你心疼老爸。爸，我在单位碰见一个人，你也认识。您还记得以前跟姐姐交往的那个温子峰吧？小米，爸有点累了，你去忙吧，我想睡会儿。爸，你这是怎么了？爸，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医生的手术刀是为了拯救病人的生命，法医的手术刀是为了揭开死者一生的秘密。你想救更多的人，却要让另外一些人冒风险的话，你怎么办？我觉得嘛，只要是为了救人，怎么都好。
你是不是疯了？我怎么在这儿啊？李法医送你过来的，他陪着队里把嫌疑人带回去了。 说是要通宵解症。哎，你醒了？你头部受伤，刚做完缝合，所以会有一点疼。你干嘛呀？不行，我得回去。支队长他们马上要来看你了，你去哪儿啊？他们是领我们回去。检查。哎，你现在不能出院。文队，瓶子里的残留液体检验结果出来了。 我找禁毒的同事确认了一下，这是一种新型的迷幻性毒品。这个李阳居然一早就是他们的重点人了。我看他就不仅仅像个吸毒的，这就没错了。毒品飙车故意伤害，再不把这小子给办了，真对不起文队。我看曹佑肯定也是他杀的。动机呢？一审不就知道了吗？胡扯！文队，你这……没事，现在审他。 他还是可以一问三不知，到时候我们怎么办？那我们就拿他没辙了。联系缉毒支队，以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的名义开出搜查证，把他家给我搜个底朝天。温队，嗯，谢谢你。说什么呢？英雄救美不是天经地义。 你一开始就认出了我，是吗？你和你姐一样漂亮，想认不出我妈吗？她真的是意外吗？法医鉴定只做客观判断，没有他杀痕迹，没有发现。 身体由于撞击刑警大量的，后脑勺碰到轮子，高度怀疑是钝器伤口，三厘米乘2厘米，分析为非金属圆柱型棍棒顶端形成。这是什么？根据死者伤口，如果这个是凶器的话，接触部位应该在靠近顶端的地方。那现在还能查出血迹反应吗？这个是木质的。 血液会很快地渗透到木头纹理当中，不用特殊的方式很难以消除。做联苯胺实验。
做 DNA 实验。我也是没想到啊，你一个所谓的富二代，其实早就是个空壳子。你父亲早就切断了你一切的经济来源，你现在的奢侈生活都是依靠你贩卖新型迷幻毒品所维持。你都知道了还问我干嘛？我知道我们现在所查证的顶多让你坐十几年的牢，所以你有恃无恐。但是毒品那是禁毒的事儿，我今天要问的还是曹月。我们通过你手机通话记录里的显示，那天晚上你和曹月通了十几分钟的电话，你们两个都说了些什么？没说什么。啊，对，他东西落我家了，让我。先不说这个。这只棒球棍你一定不会觉得陌生吧？这是在你家的阁楼里找到的。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在说，这就是杀害曹月的凶器。就凭一根棍子你就说我杀人，你这是陷害！一切靠科学说话，你说这不是凶器。可为什么在这上面却发现了死者的血迹和 DNA？ 胡说，不可能！我明明……你明明是洗刷了很多次，你觉得不可能，但是我告诉你，尸体要说话，证据要说话，你拦得住吗？李阳，你干的那些事儿，我可都不承认。什么公安局见。别碰！有人敲门，有人敲门，快去看，快去看！等我，快去！你这个人也太过分了，提起裤子就不认识人。想让我跟你好是吧？你再漂亮十倍，我就跟你好。你。你在电话里什么意思啊？我只是想善意的提醒你，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你到底想干嘛？李阳，你干的那些事儿我可都知道。我干什么了？你不光吸毒，你还贩毒，难道这还不够吗？你想要多少钱？我给你钱。你知道我根本就不想要钱，我只想要你，我想让你完完全全属于我一个人。你他妈有病吧？本来我想一走了之，可是他一直要挟我。好呀，既然这样，咱们也没什么可聊的了。咱们公安局见。真的没有想杀人。对了，我当时是被毒品控制的。
我的想法都不是我的，对对，都不是我的，不是我。怎么还没有睡？ 不知道怎么了，最近这个案子总觉得不对劲。还有新的想法？嫌疑人虽然已经招供了，但是总觉得那具尸体言犹未尽，他好像有很多秘密没有被解读出来。那就相信自己的判断，继续查下去。 死者的秘密可比活人的供述要靠得住。请法医前辈，温队长明示。法医的工作，就是要将那些死者的遗憾、不舍、不甘，甚至悔恨和建议，都传递给在世的人。 无论技术手段如何日新月异，法医工作者始终该牢记的是八个字：为死者言，为生者权。康德曾经说，有两种东西，我对于他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他们在我心灵当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 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就算是亲人。 也未必真正的了解。这是我5年前办的一起案子，死者家属提供的照片和我们还原出来的图像完全是南辕北辙。今天呢，我想和各位一起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相貌和命运之间的关系。 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呢，就不可抗争的，屈从于命运的安排。我们总是说呢，人人生来平等，残酷的现实是这样吗？我们也许可以做到人格意义上的平等，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可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样貌和身体呢？如果说身体还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改变呢？ 样貌却要跟我们一辈子。感谢医学的进步啊，他勇敢地走出了这一步。现在，主动权就在你们自己的手上。人人都说整形是假的，不真实。可是说这种话的人呢，我看他们看美女的那个眼神儿，就是最真实的。 我相信也包括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经历过。仅仅是因为我们样貌上的不够完美，就遭遇了命运上的种种的不公平，有没有？我都要被他说动心了。正常，他说的也并不是完全不正确。哦，真真假假，有的时候。 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他背面是否出于善意。比如呢？那么我想，我们也应该承认，谎言有的时候可以抚慰人心，而真相却是杀人利器。谢谢大家。好，精彩的演讲，你们都听见了。 见笑啊，主要是为了打通患者的心结。
我看新闻了，好像抓着凶手了。这还要感谢你提供的线索。说句官面上的话啊，这是公民的义务嘛。再说呢，曹月呢，是我最得意的一个。我是说啊，他是我很重要的病人，所以从心里边，我希望他沉冤昭雪呀。王博士，上次你说给曹月进行过几次整容手术？三次。那他还接受过别人的手术吗？从我这儿，我不会同意。你们别拦着我，我女儿呢？我找他，你管我女儿？我女儿呢？医院嘛，有时候有这个离闹，也算正常吧。你还记得李昂说曹月整形过几次吗？为了你，我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做了五次手术。五次。可王志刚才说的，和我们之前搜到的单据，都只有三次。你果然也在怀疑他。也。李昂虽然认了罪，但是曹月左大腿内侧皮肤缺损，还有指甲里尚不明确成分的粉末，到现在都没有解释。给你看张照片。李阳的阳字，李阳杀人都认了，却不承认这个。我现在问你最后一次，你到底有没有做过？温队长，杀人我都认了。那他左大腿内侧那块儿，原来到底是什么？不得不让我想，到底还有什么人对这个字有这么强烈的动机？你是不是真的想好了？我的这套新方案能接受吧？王大夫啊，就这么一套方案吗？这么短的时间呢，进行这么一系列的手术，可能你只有这样。你要说按老方法呢，也许你能等一年、两年或者三年。那时间太久了，那就用这一套吧。爸。怎么了，爸？爸，爸，你怎么了，爸？病人暂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但是短期内他的意识也不会恢复。短期是多久？这个说不好，有可能是一两天，也有可能是一两个月，也有可能。不过你放心，我们会尽力而为的。你真的没有什么要对他说的了吗？你究竟有什么秘密？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我的姐姐是死于意外。她是个无比细心的人，同样一件事情，他反复提醒过我很多次。这些年来，我一直认为他的死另有原因。你为什么一定要刨根问底儿？因为这件事情折磨了我十年，我有权知道真相。如果一切都像传闻中所说的那样，倒是好。可是这段时间，我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和爸爸在共同隐瞒我一件事。你知道吗？那个新疗法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那个病人已经明显好转了。你说什么？你疯了？你是不是疯了？你真的这么干呀？我是为了救人，如果再不采取措施的话，那个病人很快就会死的。可如果失败了呢？他现在就会死。如果没有人迈出这一步，医学永远不会进步。
象有时候是二次伤害，对你隐瞒的人，初衷恰恰是因为爱你。去查死者指甲里的白色粉末吗？化验结果总算出来了，你猜是什么？硅胶粉。整容用的硅胶？对，那就是通过硅胶粉加水调制而成的。你说奇怪不奇怪？现场那种荒地，怎么会有硅胶粉这么罕见的东西呢？请坐。你到整容医院找你的女儿？是。能说说她的情况吗？她叫邓平。你知道你女儿的整容医生是谁吗？好像叫王志。王志？嗯。舌骨肌肉发现有大量血红蛋白侵入。死者的死因要么是钝器伤，要么是高坠，怎么会有舌骨肌肉的血红蛋白浸润呢？这是被掐死的人才有的体征啊！难道曹月坠下山崖之后并没有死？曹月的真正死因是颈部被掐窒息，舌骨肌肉出现大量的血红蛋白浸入，这是唯一的解释。照理说，颈部被掐是要留下淤痕的，一般情况下是这样。但是这次的情况有所不同，死者当时经过重击跟高坠，虽未致死，但是已经非常虚弱了。真正给他致命一击的凶手，如果当时戴上手套并且用力得当的话，是不可能留下任何痕迹的。尸体的舌骨都没有折断，这是铁证。也就是说，真凶一定是一位谙熟医学常识。我们在对曹月的尸体检查材料进行再次梳理时，有了突破性的发现。我们发现，在其皮肉组织当中有一种非人体组织，这种非人体组织的成分与整容时经常使用的药物奥美定的成分极其相似，但是化学结构又与其不同。我们在对尸体进行第一次解剖的时候，忽略了尸体曾经接受过整形手术的因素。现在看来，这个原因是因为他所接受的整形方式不同于现在的主流，是围绕着这种神秘药物展开的。究竟是什么药物？现在还不能够完全确定。这个是曹月直播时候的自拍，我们去掉了一些腐败的因素，并对其部分的肌肉组织进行了复原，发现其臀部出现干瘪的现象，而且身体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由此可以断定，曹月的整容手术是失败的。这么说来，你们是有对象的。我的病人绝对不允许别人来插手。
重大发现，我刚从药监局回来，这是我拿到的医药备案资料。维纳斯？什么鬼？这成分就是尸体里的东西。没错，这是一种用来固定身体整形的新型药品，去年在药监局被关案，见效极快，但比奥美定的副作用还要强，缺乏临床记录，所以说一直没有被批。所以曹玉的整形才失败了。那你们知道被案人是谁吗？王志。我听说他去滨海了，他可是个天才啊。要不是当年泰国执着于所谓的先锋疗法，玫瑰对病人进行手术，结果被医院开除了，我想他现在应该是个名家了。他现在也是一名名家呀。可惜啊，他不能再做手术了，我想这对他一定是个非常大的遗憾。谁呀？王医生，能不能再帮帮我，王医生？再帮帮我，王医生！不能再失败，不能再失败！我刚从他之前在北京工作的医院回来，他现在患有非常严重的脑肿瘤，很可能已经时日无多了。这个时候拐走邓平，一定是想进行他的试验，这是他最后的机会。邓平现在非常危险。那他究竟在哪儿？他现在一定在一个能进行手术的地方，手术就得有仪器，一定会物流搬运的相关信息，给我查。好。温俊说王志要拿邓平做试验，所以说他现在非常危险。喂，大夫，我爸怎么了？病人一个小时之前清醒了一次，现在又昏迷了。怎么会这样啊？其实，在昏迷的病人当中啊，这种现象是经常发生的，这也代表着病人的恢复情况比较好，别担心。哦，对了，病人刚才清醒的时候找我要了纸和笔，写了这个纸条。谢谢啊。Thank you.
喂，温的，查到了。什么？在郊区的五峰山一栋老宅，和李阳的别墅在同一座山吗？难怪监控器里找不到他出来，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从李阳家走而没有开车。这样，我马上赶往五峰山，你们随后赶到，以涉嫌非法行医为罪名，随时控制。温队，我看见王志了，在五峰山。胡闹！谁让你唱歌这事儿的？我是在医院看见他的。你听我说，我现在正赶往那儿，你在原地别动，我马上就到。
医院，医院能允许我做这种先进的实验吗？在他们那些平庸的人的眼里啊，我这个天才可能是个疯子吧。只有追求美的人才能够理解我。所以这些年你一直把曹月当成试验的小白鼠来实现你所谓的医学理想。她不是小白鼠，她差一点就成为了我的女神，应该是我逆天改命伟业的一个证明吧。你有看到曹月最后的身体吗？他因为维纳斯计划造成身体畸形。不可能，我的维纳斯计划经过了5年前的失败，我5年来一直在完善它，不可能再失败了。5年前。他叫苏曼，是一名职业模特。苏曼，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我把他安排得很完美啊。疯子，你彻底的疯，你不想让世人看到你的失败，所以你把他们都杀了，对不对？你想一想啊，他们身体那种带着诅咒的身体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意义啊？所以你割掉了曹睿的纹身？它是我的作品，是我最接近完美的作品，我怎么可能允许他带着那种亵渎去另外一个世界？这还不够吗？你啊！
我那不叫杀了他们，我是在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没有痛苦的离开这个肮脏的世界。在你眼里，人命是什么？愚昧。我问问你，医学是什么？医学是科学，所以啊，在你们这种俗人眼里，可能就是啊冷漠的、无情的。那我问你吧，如果没有苏曼第一次的失败，怎么可能有五年后曹月近乎完美的手术？如果没有曹月这么多的资料收集，他能现在躺在手术台上吗？啊，维纳斯计划是完美的，是划时代的。如果结合我的手术，可以缩短整形的周期，可以大大缓解病人的痛苦。这是多么完美的一个计划呀！总有那么一天，你们这帮俗人一定会明白，医学的进步就是建立在白骨和尸骸上的。你不懂，他们有一天会感谢我，甚至膜拜我。你真的太可笑了，你现在所做的是魔鬼的行径。如果把患者只当成一个个数据，而不是当成活生生的人，那医学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那怎么能一样呢？那怎么是魔鬼的行径了？他们都是自觉自愿的，我是在帮助他，你怎么都不明白？我只明白，你没有时间了。你的病，就是上天最好的惩罚。正好相反，上天不但没有惩罚我，是在帮助我。除了他，上天又给我派来了一个完美的试验品，也就是你。对呀，对，我可以塑造你。我会重塑你，我要让你自己证明你自己是错的，啊！重塑你，把你送上了美好，到时候会感谢我的。这儿就是你的天堂，你还要逃到哪儿去啊？我是要重塑你。
重塑你，他没行，又先给你做。我先给你打一针，等你醒过来，你就变成最美的人了。混蛋！混蛋！为什么你要毁灭我的世界？肖家长的那么像，就有很多地方完全不像。一直以来是我们错了。小米妈妈死得早，从小把姐姐当妈妈一样崇拜，绝不能让她知道姐姐害死过人，她还小。最后的结果，肖家的心疗法导致了两名死者的死亡，原本他们都该有半年以上的生命，还没等司法调查启动，小佳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虽然没有留下遗书，但是我非常清楚，他就是因河而死。最害怕的就是一心学艺把他当作偶像的你，他不想让你知道一个天使般的姐姐却做出了这样魔鬼的行径。我亲手解剖了我最爱的女人，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勇气回到解剖台。也许从一开始就不该隐瞒你，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了解。但如果在我选择做法医之前就知道真相，我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想。一生的背负都太沉重了。生命原本就很沉重。